大家好，我是小豆。黄鱼是我们最常见易得的海鱼之一。今天我用大家都喜欢的年糕来搭配，做一道黄鱼年糕，寓意年年有余，步步高升，非常适合当做年菜上桌。首先来处理食材，黄鱼泡好洗净，用葱姜水浸泡10分钟。在鱼腹塞入一点葱和姜片，这样去腥非常有效。用厨房纸吸干水分，再准备好新鲜的年糕条，一点姜蒜粒。现在可以煎鱼了，先把锅热透，接着倒油，放入黄鱼，单面煎3分钟左右，翻面也煎到金黄。盛出来备用。另起一口锅子，热锅起油，下姜蒜爆香，倒入生抽、老抽，加入足量开水，把煎好的黄鱼移到锅里。大火烧开，盖上盖，转中小火焖熟。接下来加盐、糖调味，沿着锅边放入年糕，最好让年糕充分浸没在汤汁里。焖5分钟左右，大火收汁，装盘，点缀上一些葱花就可以出锅享用了。